北大街，嗯，对，一直走，走到头，直到头就是东西大街了。嗯，对。然后拐了个弯儿，是南大街。对。咱们今天有机会到那边哈。我们就在那边上车。对对对，车站。我们有一个电瓶车。那么我们整个平遥城呢，它是始建于西周周宣王时期，也就是说距今已经有2800年的时间了。 但是的话呢，在2800年的时候，两千八百年以前修建古城啊，它是夯土结构，不是现在看到的砖石结构。那么砖石结构是明洪武，也就是朱元璋那个年代，他呢即位以后就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啊，把所有的城墙加固、加宽、加厚，平遥古城也不例外。我们现在所采的是砖石结构，就是明代的那个时候包起来的。 如果啊，咱们待会儿坐电瓶车的时候，你们有机会见到这个铺路在外面的夯土结构，城墙上面的一片，那个就是西周时期的。哦，它脱落了，砖体脱落了，里面还是夯土结构。对，来跟着我，咱们。啊，来，各位，咱们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我们在雁门关有见到吗？走的瓮城周边。每一道城门，都有一个瓮城。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道城门攻破之后，它只能放进来一少部分的敌人，我们还有第二道城门做防御，所以的话呢，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形式，瓮中捉鳖。所以我们叫它瓮城。来，咱们这边给各位讲一下这个地图。 这边的这个地图呢，就是我们平遥古城的地形图了。来，我们看啊，平遥古城呢，它是四四方方的一座城，啊，四四方方的一座城。那么它整个一圈围起来的话呢，是有6100米的。像以前古代呢，我们叫12.8华里，啊，12.8华里。那么我们看啊，这座古城的话呢，一共是有6道城门的。我说过，在明清时期，我们平遥是全中国最富有的地方，所以它是有6道城门的，而不是只有4道城门。城门在哪里呢？我们看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北门、南门、南北各一道门，分别是上西门、下西门、上东门、下东门。对。 那么其实我们从高空俯瞰的话，整个平遥古城特别像一只乌龟啊，像一只乌龟，像南边的这个门呢是乌龟的首头部啊。那么北边的这个门呢，特别像乌龟的尾巴。那么东西各有2道门，相当于乌龟的四条腿。为什么说它像一个乌龟呢？啊，就是说以前古代哈，在2800年以前，我们在修建平遥古城的时候，这个修造者他是希望城池固若金汤，可以永远的保留下来。但是他真的没有想到，这一保留就保留了2800多年，对，真的是非常难得的。那么我们以前南门外面它是有一条河流的，我们取自于龟泉戏水。 山水朝阳啊，山水朝阳也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因为乌龟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象征嘛。那么我们看整个平遥古城里面，它是有四条主干道的啊，北大街、南大街、西大街、东大街，有没有发现西大街和东大街在一条线上？嗯，但是我们的北大街和南大街不在一条线上。对。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第一啊，在当时候的话呢，我们这边是讲究风水的啊。如果说南北是相对着的话呢，会有煞气，所以我们为了阻挡这个煞气呢，专门南大街这边拐了个弯儿，是北大街啊，挡煞气。再一个，我们在五行当中啊，北方为水，南方为火，水火是不相容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南大街和北大街不可以在一条线上面啊。还有就是我们北方风沙很大。 到冬天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城外的风可以顺着北大街或者是南大街刮到城中央来，专门拐了个弯儿。这样的话呢，城里面中心的老百姓就可以免受这个风沙的干扰。对，所以的话以前是很讲究的。那么它是有4条这个主干道的，东西南北4条主干道，8小街，72条油盐巷。 所以说，我们当时修建平遥古城，一开始是84条街道，这84条街道密密麻麻，就像乌龟背上的龟纹，84条这个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街道都是相通的。无论你从哪条街道进去，都可以出来，啊，都可以出来。但是我们的话呢，主要是以主干道为主，主干道为主，因为那个密密麻麻的小巷子会迷路啊。我来过这么多次，我都会迷路的，所以我们都是沿着主干道来参观游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现在的北门。
啊，就在现在的北门。那么我们说平遥古城啊，我们都知道是买东西不买南北，对不对？啊，我们平遥古城建成的时候呢，也非常讲究的。那么我们说，那么西方属什么？东方属什么？大家知道吗？生肖。五行，五行当中，金木水火土。金木土，金呢？属金的。西边属金，东边属木。所以的话呢，东边我们有这个木器，卖棺材的棺材房。还有我们推光漆器的集中地都在东部。那么西部是什么呢？我们的金融一条街，它是属金的。我们的票号都在西大街上。所以的话呢，西大街在当时候呢，我们称之为它是中国的华尔街。上面有18家票号。对，所以以前建造平遥古城真的是非常非常之讲究的。对。那么咱们现在城墙上面，待会儿呢我们从北城下来就直接坐电瓶车进城了。进城之后我们去哪里呢？我们去西大街的日升昌票号。我们去看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第一家银行日升昌票号。日升昌结束之后会给各位留一点时间，白天逛一逛我们的明清街。因为我们现在的平遥古城保留的主要是明清时期的风格，所以所有的街道我们都称之为明清街。只不过呢，这个南大街的话呢，它是最早的街道，因为平遥古城在修建的时候是以南大街为中轴线，依次向两边拓宽修建了房屋店铺。所以的话呢，待会儿会给各位一点时间，离开日升昌，给各位一点时间，白天逛一逛我们的平遥古城。那么大家来转身，有没有看到很多这样的墩台？这个就叫墩台。那么这个墩台的话，我们整个平遥古城城墙上面一圈，它是有3000个这样的墩台。那么墩台垛口也叫垛口。那么从我旗子的方向所指，大家看那边，那座楼就叫做敌楼。72座敌楼，整个平遥古城上有72座敌楼。敌楼啊，3000个垛口，那么象征了孔子的3000弟子、72贤人。都有意思的哈。对，都有寓意的。请问敌楼的作用是什么？它是下面是囤放粮草，那么上面可以眺望敌情，也是一个防御性的一个盖好对建筑。对，来各位，大家想拍4万老百姓了，因为6万老百姓都被迁出去了。政府自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我们就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景区，所以的话呢，人口的话呢压力希望它不要那么大，因为本身10万的人口，再加上流动的客人观光客对古城本身来说是一种破坏。所以的话呢，有6万多老百姓人口被迫迁出城外了，就是咱们在城外看的这些楼房。霍顿娥也是，那是霍顿娥。他算起了，你看我们俩，你看他。这就是西大街了。好。我这个是哪里？大大小小的酒，进里边看吧，里边是广场，了解一下。这是咱们中国最早的银行了。快到一张来。谢谢您，日升昌记。好，来各位，我们说日升昌记。我们说它的前身呢叫做西域城颜料庄，是一个染布坊做生意的。1823年的时候呢，我们雷履泰大掌柜呢，把这个西域城匾额摘掉，换上了日升昌。这个日升昌呢，我们说它这个名字起得很好，我们从右往左，从左往右，都是日日升，升日日，8个口，8方来财。来，咱们往里，但是它却分为了3进士院落。我们首先一进门，左右两边分别是，对面是贵房，这边是账房。贵房是在柜台办理手续，那么这边是来存钱取钱的。那么以前呢，我们为了防止别人万一捡起我们最初的介绍信你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对，一旦丢失被别人捡起来爆抽去领名字怎么办呢？我们想出了很多的这种防假的方案，防假的方式第一个是字迹防伪，第二个呢就是水印防伪。那么最有力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叫做防假密押，咱们这里来看，2月2号就是防效。那么再来深刻多查看，斟酌而后行。这一共10个字，代表了0到9，十个数字多少钱来写。
啊，好像是喜啊，一百啊，山一百升行行。那么国宝流通就是万千百两啊，万千百两计量单位了。所以的话呢，年月日啊，包括这个具体的数字，还有这个银两，它都有用特殊的字来代替，这只是其中的一套。我们在日升昌啊，它成立到衰败有400多套，但是这保存下来最完整的一套，因为我们说了，时间久了，生意上的很多伙伴、合作伙伴，他们大致能猜出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知道分别代表了什么。但是我们每三个月换一套，每三个月换一套，对，在管人事上的调动啊，包括发布指令的时候，会在这边写好信，整理好之后啊，整理好之后，通过这个邮寄的方式到全国各地的分号。我们说日升昌是总号嘛，总票号，它的分号开到了全国各地，开到了全国各地。所以这边是信房，对面这是信房。一手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其实位高权重，在整个的这个雷氏家族，包括李大全的整个家族里面。那么二掌柜毛红慧，他是管这个，他是管这个财政，啊，管财政。毛红慧。那么我们说啊，相差3岁一个代沟，两个掌柜的啊，大掌柜和二掌柜相差了17岁，足足17岁，代沟很大。两个人的经营理念啊，经营理念和方式方法呢，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分歧啊。那么导致我们毛红慧二掌柜的最终离开日升昌票号的是什么呢？大街上又有18家。票号，这是金融一条街，西方嘛，还记得我们说吗？西方属金，啊，很讲究的。那么这条街堪称中国的华尔街，金融一条街。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结束，我们来哪呢？我们就直奔平遥了，就是昨天了。从这边一下跨越到了这边，对，啊对，还有雁门关漏了。对，咱们是从云冈石窟啊一路南下的时候，路过忻州啊，忻州代县，我们看了雁门关景区，继续南下到了我们的平遥。对，那么今天上午的话呢，我们逛了一下平遥古城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处地方啊，一个日升昌票号，一个是我们的古城墙啊，这都是明清时期保留下来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就要驱车了，赶往我们的另外一个镜中的景点，就是张壁古堡了啊，张壁古堡了。啊，张壁古堡它其实作为保这个规格呢，它其实不够格去建个瓮城啊，像我们附近平遥古城它那个瓮城比这大很多。对，但是存在即合理。为什么我们这边会去修建这么一个小瓮城呢？还是因为当时咱们张壁古堡它的军事地位特别重要，所以修建了这么一个防御性的设施，瓮中捉鳖，关门打狗嘛。你像两边门关站在上面往底下射箭，人们敌军就守在底下去了。对，就是8000之1的吕洞宾。他是纯阳祖师，他有三个身份啊，剑仙、酒仙和药仙。其实我们广为人知的他是作为剑仙的身份嘛，剑仙吕洞宾。但是啊，我们这里面供奉的却是他作为药仙的身份，保佑咱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不生病的。他也是山西运城人啊，他是和关羽是老乡嘛，运城的男友永乐公。对，咱们从这看下。我们张壁古堡啊，它其实是南高北低嘛，但是从正常风水学上来讲呢，北面高风水才好啊。山海经里面还说过，山起西北，水居东南，所以我们经测量发现呢，北面这个二郎庙呢，它高约13.5米，而南面最高的建筑关帝庙啊，它才高13米，高出了0.5米，它
它就通过建筑人为的把它的地势拔高了，它就把好风水拦在了张北望内。它是六档，咱们之前路过的真武殿就是第一档，而这边是咱们路过的现在路过第一个戏台了，我们叫它二郎庙戏台。它就不方便车马行走，也是比较滑，所以就是重新修建了这条路。而中间的三条树也是走水的，万一下它是下雨的时候，水流从中间过去，就流到北边那边去，它就流下去了。因为这棵古槐树的树根就被烧空了，村民们为了救活这棵古槐树的，就在它树根处栽了一棵碗口粗的柳树。这棵笔直的就是柳啊，柳通流嘛，想把槐树留下来。槐树呢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柳树也有70年历史，所以有着千年古槐半百柳之称。咱们从这边看，特别像槐树抱着柳树啊，所以叫槐抱柳，它也算是一个生命上的奇迹啊。对，哇，这幅图呢就是咱们张北国宝建筑和天上星宿所对应的一个图示。而我们张壁国宝为什么叫张壁呢？他不是说有这个张壁这个人啊，建了一个宝才叫张壁，他是因为咱们南宝门对南方朱雀七宿中的张宿，攻城张武力强势的一个意思。而北宝门呢，对应北方玄武七宿中的壁宿，壁宿呢它是道德昌盛的意思，一边主武力，一边主道德，文武都有了，所以我们这边才叫张壁国宝。它是来源于天上的428星宿的，不是说有张壁这个人，但是星宿宗嘛。这幅图呢，咱们如果旋转90度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成了这幅图了。这就是咱们张壁国宝宝藏轮廓图，而上方呢，这个就是魁宿的一个星象图，是不是很相似啊？所以我们这有着天上魁星，人间张壁的一个说法。我们张壁国宝最初建宝的时候啊，就是对应天上的魁宿所建。魁宿是天之武库，天之府库，它呢是给玉皇大帝屯兵屯粮的一个地方。而张壁国宝作为军事堡垒啊，它以前最大的作用就是储存兵马粮草的一个作用。对，大厦亭前方这个殿呢叫献殿，古时祭祀左右，建于乾隆56年。以前啊，这摆上贡品去供奉关二爷，两边屋墙就方便了，给贡品通风，使贡品呢就保存得更加完好。横批呢是亘古一人，为什么是亘古一人呢？一是因为咱们关羽关二爷啊，他的忠义仁勇备受人们称赞嘛，历朝历代的皇上呢对他大肆封赏，尊而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而且呢，他也是唯一一个在三教中都有地位的人。儒教中他和孔子啊并称为文武圣人，他是武圣人吧。道教中呢，我们称他为观摄帝君。佛教中他是护法神像，我们称他为乾隆菩萨。所以说啊，千古中就出来这么一位，所以是亘古一人吧。因为咱们关羽关二爷他其实是运城怀柔人，山西运城的很多低调的祖庙啊，上方的琉璃顶啊，因为我们这边呢素有中国琉璃看山西，山西琉璃看介休，我们介休呢是琉璃之都，琉璃之乡啊，可以说介休的琉璃它是烧得最好的。而上方这个琉璃顶呢，它是和殿同期建成的明万历41年的琉璃顶，它就非常珍贵啊。咱们可以看到上方有蓝的琉璃，我们叫它孔雀蓝的琉璃。为什么我们会说这种颜色的琉璃呢？是因为啊，现在这种颜色的琉璃已经烧制不出来了，工艺手法已经失传了。我们看到旁边清嘉庆13年的琉璃顶啊，上方呢只有黄绿二色，而明朝的上方还有蓝色，所以说它既漂亮又珍贵。而上方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狮子抬三个宝瓶，我们叫它狮瓶风水楼。宝瓶它有着保平安之意，宝瓶内装的是五谷，寓意着五谷丰登。而宝瓶上方三个铁剪呢，相当于咱们现在所说的避雷针。中间它底宝瓶底下有两个小格子啊，里面供奉的其实是姜子牙。因为在封神的时候啊，姜子牙他没有给自己留一席地位，他说呢要给老百姓看家护院，所以呢我们只能在上方的小格子内供奉他。两边主机上有骑马的武士，我们叫赶尽杀绝，他是玉带黄大帝派下来斩尽世间邪恶的。这两边是龙之九子中的赤吻啊，号高徐水。我们在主机上去修建它呢，是为了防止房屋起火，防止房屋走水的一个作用。四个角上咱们能看到四尊武士，我们叫它走投无路。为什么是走投无路呢？后面有走兽追着，前面呢是万丈深渊啊，前后都没有路，所以是走投无路嘛。他们分别是韩信、
周瑜、庞涓、罗成这四位，四人想想都是才华横溢，但却英年早逝的，就是告诉后人啊，不要机关算尽，要给自己留有后路的。下到最底层，然后会翻到中层。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地道它是呈三层网状结构的，它的上层距地面2.5米，中层的距地面约10米，底层啊距地面15到20米，全长1万多米，咱们要走不到1/10千来米啊。哎，整条地道呢，我们考证啊，至少存在了1300年，但呢，如果它真是高宽锁啊，就有1500到1600年间了。所以说它是现存最古老也是最长的一条地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兵总部的孙德信将军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明堡暗道，古之一绝，可守可退，即可攻，可上可下，可左可右，即全活。”形容的就是咱们张陵古堡这条地道，对，现存最古老也是最长的一条地道。它当初的作用是什么？藏兵、藏粮食、防御敌人。对，以前不是在作战前线啊，他以前作为军事堡垒的时候，他是给前方太原、雀石谷那边提供兵马粮草的支援的。好，咱们同志们下地道，咱们一定要去。不用看出来。哎，别飞机的那次过了啊。嗯。他笑话我脸了。1000多年了。很辛苦了，把口填实了，并端后端，自然而然就离人们远去了。最底下的田呢，规规矩矩用楷书写道，说明不论发展的多快多大，都是以田为本，因为以前呢，田地啊，它是最重要的。整个字啊，狂草开头，行书过境，楷书结尾，看一看像不像生活的活字。我们说它呢是写活的福嘛，因为山西啊，它是晋商文化，以前商人特别多啊，想一想跑商特别危险，他是活着回来才能带来财富，所以说啊，活着它才是一种福气，活着才是一种福字，特别简单的一个字，但寓意特别好。活着，对，真的是，真的是吗？嗯，活着，活。刚开始我以为是福字。嗯，上半部分，上半部分呢，它像不像一个人？高昂的头，踩开两只胳膊，大步向前奔跑，奔跑的样子。然后呢，您再看那根字最后一笔，那一捺它是给反折了回去的，看起来是少了一笔。然后根字右边下半部分形成的效果呢，就正好像一个人迈步行走的两只脚，两只脚丫子。然后它形容呢是当时老祖先从红土大槐树下迁往其他地方的时候，不愿落下的沉重脚步。然后两旁的同时还有饮水、思源四个篆体大字。然后左手边底下的圆字，圆字呢它用的是原来的圆，而没有用源头的源，因为在篆体中呢这两个字呢它是一个意思。然后更深一层意思呢是特别兴奋呀，因为都不想走了嘛，所以说兴高采烈的都来到红桐了。但是来了之后圣旨却到了呀，圣旨上说的是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问。但遗憾的是呢，1651年汾河发洪水，广济和临潼大槐树都被洪水冲走了。这棵大槐树究竟多粗多高呢？很遗憾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后来就重塑了这棵大槐树。有关于大槐树的身为记载呢，叫七驼灵异媳妇儿。
七坨灵异媳妇呢，就是说七男一女八个人手拉手可以把这单花束给合抱住。坨是一个度量单位为五尺，是一个成年男子呢张开双臂的长度。七男一女呢算下来大槐树身为13米多，直径4米多，也就是说当年那棵大槐树老祖先走的时候聚集的那棵大槐树就有这么粗，但是比这更高更茂盛，因为水泥它是塑造不出树木特别荫蔽树木的效果的。原址呢是在刚才咱们所说到的碑亭处，这是后来所修，以及槐树背后您眼前的寺庙广济寺，眼前是广济寺的山门。广济寺呢它也是景区后来所重建，刚才怎么说到了广济寺的唯一物石经床，大家刚刚上去的。咱们先看一下这边那些菜，菜呢它是红铜当地特色菜，红铜十大碗，五荤五素，然后祭祖的时候按照这个规格所做的，五荤五素。还有前面这五谷，五谷指的是豆、稷、麦、黍、麻，象征的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豆黑豆、稷高粱、麦大麦、黍黍米、麻麻籽儿、亚油的麻籽儿，它象征的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祭祖的时候，五谷是用豆来盛的。像这边这个黍，我们红铜当地呢拿这个黍做的那个蒸饭。多虑，本次移民598户，2566人，绝大多数是自愿的。分布图在这边，大家来这儿看。边呢，红十点标注的地方，就是大槐树移民后裔遍布的地方。当时就迁往这么的红十点，是我们已经考证出来，有人从这儿迁过去了。画圈圈的这地方，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考证出来有从这儿迁过去的人。